咱看是讲，即卖为着要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到，即塑化剂对着咱人的危害加身体健康所造成影响。来看是即黄俊雄报的是工作了一块底片啊，将即塑化剂带入了即报的是因的即江湖夹客夹嘛，因的即对话内面有哪坑爹网络在放上。警务局以率先应援，两人之间的战斗已经进入第四天，双方的体力已全数用尽。刚好两位大家对决进入第四天，双方拍架已经都无力，打算用出最后绝招，竟然发现枪拢接不好。紧的啦，迄 OS 是讲你真忝闷着，但是嘛免连枪都接袂着吧？这个 NG 类是第几届咯？在中场休息的时阵，杰无杰摕出市面上常看饮料来啉，让人员看甲真烦恼。想袂到你还敢啉外面的冷饮，难道你唔惊塑化剂吗？哈，啊，我食的刚刚起，无食嘛出代志。为了让人员更加了解塑化剂对人体的影响，杰无杰马上摕出三 C 产品来说明塑化剂对人体健康的威胁。食到出神就化就变成这样。就是直接能够了解到说，哦，原来有这样子的演变啊！除了吃了塑化剂之后会怎么样啊？因为最近大家拢被塑化剂惊到，黄俊雄不得是用酷手手法来做宣传，希望用让民众更加了解毒害，也相当趣味。短片一杀出，马上受到真侪网友的讨论。记者吴雄为您报道。